阿弥陀佛，亚特兰大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亚特兰大的所有的包括美国公民还有中国华人大家好，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。我是今天下午五点刚刚来到这一个城市，我是从中国河南少林寺来的。那么这一次来是应亚特兰大少林学院德如先生他的邀请，来再过几天11月13号为我师父上书下席老人85周岁名单举办一个比较好看又好玩的有欣赏性的一个舞台剧，叫做禅悟世家。那么这个活动呢，亚特兰大少林学院德如大师他已经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，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筹备策划，以及各位少林学院这个努力排练，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初露端倪。那么我相信再过几天会给大家奉献上一顿精美的文化大餐，希望我们亚特兰大的市民到时候前来观看。好，阿弥陀佛。